奇迹你爱豆的美好工作日。谢谢。中遇到两次大雨，季博小哥哥只好回屋撸猫。把那只猫叫西瓜。
就结束了。有人就是想要进入账吗？关注仙城派，爱你们，好，关注微博啊。仙城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今天的答辩拍的。仙城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今天答辩拍的，非常开心。想看我的签名照吗？那就想要我的签名照。仙城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王一博，今天的答辩拍的非常开心，感谢粉丝们对我的支持。然后呢，想要我的签名照吗？那就关注微博仙城派。行，爱你们，么么哒。